善事。兄弟啊，一个只要关顾个人哦。哎呦，这简单啊！啊，我叫我媳妇买菜的时候，少买五毛钱就好了。哎呀，这太棒了！我要减买五角银哦。为什么减买五角银呢？五角银哦，会当救人诶！我嘛要减买五角银啊，买五角银哦，会当救人诶！我嘛要减买五角银，五角银哦，会当救人诶！哎呦，只要五角银就会当救人哦，安尼，我嘛来，看一看你啊！五角银会救人哦，安尼，我嘛要参加。五角银就当救人哦，阿弟，我嘛要参加，我嘛要参加。哦，菜市场的五毛钱，那一面，如果可以集合五百人，就是一个团体，就是一尊千手观音，可以及时。救拔苦难，师傅啊，菜市啊有一个老人哦，足可怜的嘞。这个老人哦，85岁啦。行动拢无方便，大小便吼阁失禁啊！整个房子哦，哎呦，发出臭味啦！哎呦喂啊，安内臭到为外口来啦！这下较紧请医生来看，嘛都爱请人来煮三顿。师傅啊，我是无钱啦，啊不过我会当煮三顿互伊食，替伊洗衫啊。师父，好事大家一起做，如果有需要，我可以帮他义诊啊。大仁溪台风来袭，目前铁路中断，溪水暴涨，道路不通，目前情况不明。我们接获最新讯息，台风造成水灾，还带来飓风，台东的北仑村发生大火。快快快跑啊！好多好啊！这边火真大！那边的火也真大！阿妈！阿妈！阿秀！阿秀！我上不来了，我快跑！